大家好，我是红阳，今天用小米来做好吃的。首先呢，我们把洗干净的小米用清水浸泡两个小时左右。为了让锅巴更脆一些，我们再一次复炸两分钟，然后呢再捞出来控控油，放到大碗中，可以撒一些椒盐，这里呢我撒的是麻辣鲜，然后呢把它们颠匀就可以了。我们的小米锅巴就做好了，特别的酥脆，太好吃了，有空快试试吧。小零食锅巴做好了，哇，没变了啊，好吃吗？